新年招财看这里，财神聚集地大公开，这一个地方全部都是财神的集中点，文武财神、五路财神，所有的财神都是集中在这边。揭开紫南宫求财灵验的秘密。后壁面这个吼，是阮紫南宫吼上重要的所在吼，土地公只是讲遐袂当空起来，吼，所以你甲空起来变蛇，会走袂出来。每周六日晚间9点，敬请锁定台湾百庙。